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长沙环协会分行 Janice， 今日会带大家看南昌一号的一个两房连埋储物室的单位。南昌一号由恒基发展，总共有129个单位，一梯四伙，户型涵盖由两房到四房不等。而片中所介绍的单位属于两房连储物室的间隔，实用面积是366尺，项目是19年的时候已经入了伙的了，但是这个单位没有出过租，业主亦都没有自住过，用二手价钱去买一个全新未住过的单位，不知道大家又怎么想呢？单位设有露台和工作平台，全部都是向东南方向。景观方面会望返开阳市景和通州街公园。如果大家都对南昌一号这个单位有兴趣，不妨 WhatsApp 或者打给我。我是长沙环喜运分行 Janice， 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